啊，咱各位学员，大家晚安，大家好。啊，真欢迎大家，哦，今仔来遮上咱台湾民政府的法理学院吼。那么，咱来办这个班，就是因为咱秘书长2006年10月20日过美国政府吼。那么，判决头拄啊，咱就看迄五点。那么是安怎？咱秘书长要告美国，就是要把咱台湾的地位哦正常化，嘛要把咱台湾的地位找倒转来。因为咱即马就是中国卡一个美国委托中华民国蒋介石哦来把咱代管，所以造成足侪问题，嘛造成咱台湾人即69年来。国民党的党国教育，吼、哦，这个愚民教育，把咱台湾人头壳内底拢放毒，把咱洗脑，拢讲一挂假的历史，都拢把咱骗，吼、哦。所以来遮上课，主要就是要把咱60几年来国民党的教育，把咱下伫咱头壳内底遮的毒素，遮粪扫。爱甲清我出去，好、哦。所以我今仔要讲这个题目：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不只看你就知影讲，就是台湾无正常，所以咱要要求，后边咱台湾国际地位一定正常化，好、哦。那么60几年，你看，伊甲咱下偌济本事伫咱头壳内底，所以这要清，唔是讲来遮三工两暝就清会完。或者讲你高级班，吼你过来上，安尼也不一定清会清气。所以你一定爱买一本《新台湾论》，有时间你就看，吼、哦。那么你若来遮上，这三天内底你若有认真上，你绝对心内会对会愈爱台湾，买愈爱知影咱台湾的真相。那么你愈了解真相，你的负担。一定会愈重，因为伊是想讲，啊，我的亲戚朋友、同学遐济，拢唔知影，拢我们骗个，真来要戆戆。啊，你今仔来遮有了解一挂真相了，你会想讲，你要甲你所知影要来甲因讲，或者是讲，你要搁较认真来明白咱台湾的实际国际地位吼，实际的历史。那么我今天我就照我所做的这个简报系统，来向大家了解哈。从台前咱来看，法律上台湾近代主权地域变化，来简单做一个介绍。我今麦要讲的这是法理台湾，唔是咧讲感情上的台湾。哦，咱台湾人做个感情用事，哦，像咱拄啊，比如你讲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听着足爽的。但是法律上所有权证都不是在咱台湾人的手里，好，咱来做简单一个小解。1895年甲午战争，甲午战争，日本天皇依照下关条约，从大清皇帝合法取得台湾跟澎湖。下关条约就是以前我们常读的马关条约，好，再来。那么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哈，日本天皇在8月15日投降，但是一直到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平条约才生效。日本政府是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放弃台湾跟澎湖的管辖治理权。你注意，这个管辖治理权就是地上权而已，所有权状没有改名字，没有割让，也没有。你如果有割让，一定要有一个收受国。你有卖，一定要有一个买的人嘛？可是没有，都没有哈，没有买受人，所以他只是放弃管辖治理权。那么台湾跟澎湖的主权到现在还是在日本天皇的手中。我用一个例子来讲管辖治理权，就好比说你有一甲地，那我跟你租5年，每一年10万，5年就是50万，我把50万。交给你啊，我们签了一个
租约，从租约生效那一天开始，你就是放弃你那一块一甲地上面的地上管辖治理权。但是有没有搬过户？没有啊，所有权状还是你的。那么这五年你放弃的管辖治理权，我潘良华要在上面种什么香蕉啦，或者是木瓜、荔枝，就随便我种，只要我没有违法把你的土地挖去卖掉，哦，都 OK。但是五年到了，因为那个所有权状没有变更啊，哦，没有买卖，只是租约而已。五年到了，你如果不租给我，你就又把那个地上管辖治理权又收回去了。好，这样懂意思了哈。资本现在就是只是放弃地上管辖治理权而已。好 ，OK。那么目前台湾跟澎湖仍然在主要占领全国美国军事占领当中哈。现在依照台湾关系法委托台湾治理当局，就是以前的中华民国代理管辖中。为什么后来会跑出一个台湾关系法？就是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啊，在1979年1月1号断交，所以美国的参众议院就赶快去订一个台湾关系法，哦，来继续管辖台湾，哦，好 ，OK。再来，我们来探讨台湾的很多问题，哦，首先，我们要先知道我们到底是谁，我们是哪一个种族，我们到底是哪一国的人，先要搞清楚。哦，现在很多人搞不清楚。所以你在不清楚的状况下，很可能你就会认贼作父。台湾现在很多人认中华民国当作我国，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台湾，我把它分两个大的族群，哈，一个就是这个粉红色这个哈，这是高沙族，哈，就是原住民族。那西部平原这边叫做平埔族，啊，高沙族现在有14个族。但是大概2、3个月前，啊，中华民国内政部又核准了2个新的，啊，等一下我会告诉你。那其实平埔族，很多人以为只有一族，不是哦，平埔族至少也有10个族群，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像宜兰这个地区，有一个柯玛兰族，啊，那么台北地区有一个凯达格兰族，啊。就是总统府前面以前叫做接受路，陈水扁当选总统以后就把那个道路改成凯达格兰大道，所以后来有在抗争，就是约在凯道集合，是吧？好，那么桃竹苗地区就有道卡斯族，好，道卡斯。那么中部地区啊，就是苗栗啦、台中、彰化、南投，这里有3个族群在这边活动。有巴泽海族，哈，还有帕布拉，还有马木萨，啊，这3个族群在这里。那么云林跟嘉义这里有一个红安雅族，那么最大的一族在台南地区叫做西拉雅族，西拉雅。那么西拉雅其实还有2个支族，啊，这个比较少，这个张图都还没有标出来。就是高屏地区有一个马卡道族，啊，但是这个他们有一部分的语言是跟西拉雅一样的，就是马卡道族。那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小的支族，就是2009年莫拉克风灾小林村妹村，他们是叫做大满族，啊，可是因为那个村庄大概500-600人，大概只剩下大概50-60人，哦，有活下来，啊，几乎是妹村了，哈，啊。他大满族，那我常自我调侃说，我是存款不足，不满足啊，啊，其实我是高屏地区的马卡道族，啊，那个有新来的同学哈，啊，那个就把要讲电话的时候到后面去讲，好吧，才不会影响上课，啊，或者你把关机或者开在静音的位置。那么我们来看这张是比较新的哈，这个就讲的比较多啊，凯达格兰族、柯玛兰族嘛，道卡斯族、这桃竹苗地区，那巴泽海族啊，这边
那么新成立的有两个，就是这两个族啊，卡纳卡纳富这个族，啊，还有这个都是直接从原住民的音啊翻过来的哈。Okay. 那么像东部中央山脉以东，大部分都是原住民族哈，像以前的那个兰屿啊，叫雅美族，那现在他们改成达悟族哈。那有卢凯族、卑南族、阿美族，什么萨基拉亚哈、泰鲁格族、哈、活活族这些，这就是还有阿里山有周族的嘛，布农族，还有泰雅族哈、新族，还有台北县啊，这就是泰雅族。好，那么我刚刚讲这个玛卡道族在这一章就有出现了哈，好，就是在高屏地区嘛。那么你如果要记这个玛卡道族，很容易记哈，告诉你哈，那个谢长廷选上高雄市长的时候哈，之前是吴敦义嘛，后来吴敦义选出那个谢长廷，谢长廷他为了要纪念我们这个族群，特别在纵贯铁路哈，这是纵贯铁路线的旁边开了一条玛卡道路来纪念我们这个族群。啊、那我就比较喜欢用说，你要记这条路很好记，就是马英九卡在平交道，啊，啊回家来弄的包戏的，啊，我就去做的，哈、啊，都很好记哈、啊，这样你就把玛卡道族记起来了。好 ，OK， 在高雄，好，那我们到底是哪一个族群的人？哈、啊，有时候你会说，刚刚分的那两大类。那很容易分，就是高沙的基本上他还没有被同化，所以他们语言、他们的风俗习惯、他们的衣服服饰都还在，但是平埔族大部分都是消失了，因为被同化太久了，从荷兰人来、郑成功来一直到现在这400年，我们住在西部平原比较容易跟外来的族群接洽接触到。那要分你是平埔族人有一个特征，就是你把手弯起来，你这个地方会有一条凹痕，啊，那就是平埔族的特征。那么另外一个方式，一个地方就是看你的脚，最小的那个小指头，哈、啊，如果有裂痕，分两半，对吗？裂成两半的，啊，那个也是特色。啊，另外一个就是，刚刚秘书长也有讲，你哪一类？给抓医书吧，无骨解大位，那就是平埔族的那个所留下来的风俗。还有妇女那个生小孩子坐月子要吃麻油鸡酒，那个也是加麻油鸡酒，那个也是。还有爱拜地基主，有吧？拜地基主还有哪些？就是平埔族他们耕作，他会拜那个土地的那个神啊，哈。好，再来我们刚刚探讨这个，就是你要先了解你是哪一个族的族群哈。但是你不能把刚刚那个地图啊，就直接搬到哦，你这个说哦，你住在高屏地区，你就是玛卡道族，不一定了。为什么？你要追溯到可能你的祖父的祖父，哦，恁阿祖的阿公，阿祖祖台，还是恁祖公啊？为什么？就是在清朝的时候，台湾还分了好几个屯垦区，因为清朝在治理台湾很无能，遇到大的河流溪流，他就没有办法盖桥过，所以变成一个区块一个区块。这边的区块的语言跟对岸的语言可能就不一样，就分很多族群，就是这样。以前迁徙没有那么严重，所以你如果说清朝大概150年前，你的祖先就住在高屏地区，那 OK， 就可能是玛卡道族不会错。但是因为现在工商发达，就业的关系，人口移来移去，自由迁徙。很多人现在都已经搬到台北来上班，
我搬到桃园这边来上班，从南部搬上去。啊，你不可以说哦，我现在住在台北，说我是凯达格兰族的后代，啊、哦，这样不对哈、哦，一定要找到你，问到你祖父那一辈，说最早是从哪里移到你现在住的地方啊、哦，这样大概比较能够找到让你自己的族群哈、哦。好，那么我们来探讨说，为什么我们会拿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好，这个我们来看法理的部分哈。这是从1952年旧金山和平条约在4月28号生效那一天，在美国的强力主导之下，要求日本要跟中华民国签台北合约。啊，只能说这个合约是以旧金山合约当母约。这个母约生效那一天他们才签，而且签了以后要等大概3个多月，在当年的8月5号才生效。好，那么来我们来看他的第10条讲什么。就本约而言，中华民国国民应视为包括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及澎湖所以施行或将来可能施行之法律规章而具有中国国籍之一切台湾及澎湖居民，即前属台湾及澎湖之居民及其后裔。后面这个红色的你注意看，前面已经有讲了2次台湾澎湖，这里又有个台湾澎湖，为什么到这边又多个即前属台湾及澎湖居民及其后裔？这个在讲谁？就是在讲1945年8月15号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那一天，那时候外国的军队，不管是美军或者中国军，都还没有进到台湾。那时候的住在台湾跟澎湖的我们的祖先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包括他所生下来的这些后裔，我们都叫做本土台湾人。哈，这些人跟前面讲的这些啊，中华民国在台湾事情后，将来可能事情，这些就是后来他们移民到台湾。逃难到台湾，再讲他们那些，但是我们是真正的本土台湾人。那么我们被视为，哦，我们是被视为，视为是什么意思？马英九讲过，在台北当台北市长的时候，跟原住民说：“我把你们当人看，我还要把你们再教育。哦”啊，就是一些原住民在河畔啊，这个 Cable Day。盖了一些简易的房屋住在那里哈，啊，马英九要去拆他们的房子，那么我把你们当人看，就是示威的意思嘛。我们不是中华民国国民，但是我们暂时因为签了这个条约，被暂时视为中华民国国民，所以我们就会拿中华民国的身份证，是这个原因哈，也是等于说拿了中华民国的国籍。好，那台湾人又为何？无国籍。好，刚刚我们秘书长讲，我们告美国，美国最高法院判了5项，第一项就是台湾人无国籍。为什么会变成无国籍？好，我们来探讨一下。在1952年的年初，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之前，日本的法院取消本土台湾人的日本国国籍。我们本来是大部分大日本国的国民。所以我们是拿大日本国的国籍。那原来我们是拿日本国籍，后来因为台北合约的关系，我们是拿中华民国国籍。可是中华民国又在1972年，日本跟中华民国断交，日本去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就是这个原因啊。那个刚刚我们签的那个台北合约就失效了，啊，那台北合约失效，等于是中华民国把我们视为中华民国国籍的这个哈，这国民这个拿到中华民国国籍这个第十条的条约等于没有效了，哈。所以一个被取消，一个因为断交，本来拿到中华民国国籍。暂时被视为中华民国国籍也没有了，所以美国最高法院啊
他们才会判台湾人没有国籍。好，那么到底我们台湾人的潜在国籍在哪里？很简单，就是这个部分嘛。我们原来是大日本国的国籍嘛。那么要怎么恢复这个国籍？好，我们来看琉球返还模式。琉球在1945年4月1号，尼米兹上将哈率领他的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啊，去攻打琉球群岛啊，大概打了2个月，就把琉球占领下来。然后琉球被占领的时间，美国有在那边设立美国军政府啊，他的下面有琉球民政府。当时的琉球在战后的时候继续被美军占领，那么琉球等于是日本的境外，琉球人如果要回去日本那四个大岛，或者要去东京考试啦，或者做生意，要向美军的美国军政府的琉球民政府去申请旅行证件，那个旅行证件等于是护照的功能哈，才可以离开琉球，好，等于出境。那时候琉球是日本的境外，啊，等于是国外的意思，所以你要去到日本那四个大岛，你一定要申请那个旅行证件。那么琉球在1969年，啊，日本政府已经他们的经济已经复苏，啊，有钱了，所以日本政府跟美国政府协商。他说你美国要我赔偿你多少钱你才要把琉球还给我，美国那时候跟他开3亿2000万美金，大概42年前。那么美国把这笔日本把这笔钱交给美国以后，他们就签了一个琉球返还协定。依据这个协定，在1972年5月15号，美国就把琉球包括钓鱼台都还给日本政府。好，那当然住在琉球这些原来的日本人民就自然回到日本国籍里面，好，他们的国籍就恢复了。所以我们也要依据这个模式，我们要求日本的我们这个母国要跟美国去协商，弄一个台湾返还协定，好，看要赔偿战争债多少钱。刚刚讲的3亿2000万，那个就是战争债，啊，你不割地就是赔款，啊，琉球返还就是赔款，赔了3亿2000万。那么到底台湾要赔多少钱？那是要日本某国啊，日本政府去跟美国政府去协商。OK。那么国籍有分属地主义跟属人主义。欧美先进的国家他们是属地主义，就是说只要一个妇女在好，譬如说美国，她在美国的领土里面啊，那50个州生下来，或者在美国的船舰上面，或者在美国的飞机上面，如果一生下来，那个小孩子自然拿到美国的国籍。啊，这个属地主义有一个好处，你在那个国家的领土领空上面生下来以后，啊，在飞机上面生下来以后，拿到那个国家的国籍，你长大以后，你会爱这个国家，啊，你会去保护，不会去给它破坏，不会去做一些，好比说生产一些有毒的东西，啊，来污染土地、污染空气、污染环境，啊，你基本上比较不会去做这种事，啊，你会爱你那个土地，爱那个国家。那么东方受到汉民族的儒家思想，他们是属人主义，大部分都是父权思想，哦，就是这个父亲他不管移民到哪个国家，他比如说以前啊，那个18世纪的时候，美国在开发大西部，在西部盖公路盖铁路，那很需要工人，那很多就是从广东福建招聘一些华人华工，啊，等于说华劳啦，啊，我们现在在讲说太劳啦非劳啦，啊，
还有越劳，以前也有华劳，啊，就是引到西部像旧金山，啊，洛杉矶，还有很多往南太平洋走的，像到印尼，啊，引到马来西亚，到新加坡嘛。后来他们留在当地，可是华人有个缺点，他在那个地方，华人会聚集在一起，就叫做 Chinatown 中国城。那个 Chinatown 在西方国家美国来看，就是最落后、最不合作、治安最差的地方，因为中国人就是华人自私自利，他如果万一有真的有赚到钱，他不会回馈乡里，他就把赚的钱要拿回他的故乡，要去盖大房子，要光宗耀祖，光耀门楣，这样不会回馈当地来造福当地，所以当地的人就会排华，发现他们好像赚了钱，跟他说鸡蛋都拿走了，他只剩下纯鸡塞，所以会各地会排华，印尼也排华，菲律宾也排华，马来西亚排华，美国的旧金山那边也排华。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台湾人的血统到底怎么样。用血统来讲，血统现在可以验 DNA， 刚秘书长也有讲过，但是我们从历史上有一些流传的语言，我们来看一下。有登山公，无登山嘛，这句话咱常听人咧讲，但是这句话有唔对的所在。好，你若干那单纯看这个，改成讲对呢，其实唔对。好，因为当时的登山阿公，你会去清朝，把郑成功消灭了后，他们发布禁海令，就是所有清朝的人没有特别的允许，或者有官令派令，他不可以来台湾。所以会来台湾的这些登山阿公，大部分都是什么？可能是作奸犯科，被通缉，在清朝那边，可能回家钱无力，还是刚逃退，还是台人放火，清朝要追捕的对象，他只好逃亡到台湾。好，那么有登山阿公，这个阿公呐，真要照过来，他没有带老婆来，所以他会娶台湾本地的女孩子，所以登山的阿嬷无来，拢是本地的阿嬷。所以像我们听这句，敢那对，有登山公无登山嘛。但是这个阿公敢拢登山来，啊，咱台湾的本土的阿公拢死了嘛？无可能嘛。而且这个登山公，他自己一个光棍来，你会记有听一句话？我这罗汉卡就是在称登山公叫做罗汉卡，为什么？他们逃亡来这里，没有家产，没有带土地来，没有什么钱来，来到这边，有工做工，无工就做乞食，啊，无厝好住，暗时爱困地，拢困伫庙宇啊庙宇，那庙宇的那个墙壁都会画十八罗汉，他是在十八罗汉的墙脚下。所以我们叫做罗汉卡，吼，伫个十八罗汉的多下卡壁角一困，所以用叫罗汉卡，吼，罗汉卡就是完了，另外一个别称叫做乞食，吼。啊，你会记咱以前的平埔族的社会，吼，迄阵拢是母系社会，就是妈妈女孩子是掌控整个家庭的政治跟经济的大权。在这样的状况下，你会记有一句话哈，那个砍手，哈，台语咧讲砍手，足侪人拢误会，叫伊是讲查甫的砍太太的手，叫做拢称呼因太太叫做砍手，唔是，砍手是迄阵母系社会的女孩子靠主动权，然后经济权靠钱，伊的地位嘛较崇高。迄阵的火定就是女孩子，哦，妈妈做火定。那么一看到这查甫的，哎，
真烟斗高墙大汉体格好，牵伊个手，啊，你个一句话叫做招人，招伊转来做阮人。吼、哦，女孩子是主动哦，牵伊个手，招伊转来做翁，啊，但是算讲转来做伊翁了，毋是讲弃用啦吼。啊，反正就斗阵做伙啊！啊，尾啊，几个月后，感觉讲嘛无影讲计较做工课。啊，你若认为这个翁无好吼，这个妇，这个女孩子会当甲伊等因先生出去做工，甲伊个家当收收个，用草条啊，还是用床单包起来，甲等在门口。等迄个因先生回来看到伊个家当红等在门口，他就知道自己被羞辱了，伊就爱物件摸来爱走。去找别个困啊！所以迄阵呢，女孩子是较有权势的。啊，你想迄阵有权有势的女孩子，敢会去招这个登山这个罗汉卡来做翁？困难嘛。除非讲，这个登山来这个真正做烟斗，啊，老娘都有钱啦，干欠一个烟斗送尔，无紧啊。牵伊个手，转来做阮人，哦，身躯甲洗好清气啊，完啦，买好个衫好穿，就装起来就人模人样，好、哦。啊，所以登山讲足少个，哈、哦。而且咱来看，登山讲来台湾，十个内底来吼、哦，六个爱死，三个留落来，一个搁后悔搁回头。十个来，六个死，什么钱啊？平均六个会爱死六个。就是迄阵的船细只，台湾海峡风浪足大，较大一个浪，吸袂几只船的人死了了，所以平均六成的人爱死。吼、哦，啊，若无死有诶，因为迄阵风浪若拄啊长大，无顺风，佫驶袂过来，伫海爱拖足久诶，有诶人毋捌坐过船，敢若好迄只船爱切哦，拖。拖到打结，拖到拢袂食，脱水死。所以到尾啊，有登上岸，第一件代志爱做啥？抬尸体嘛。这死去的人爱在海边爱抬起来。哎，迄阵有些拢会招几啊只做伙来嘛，做伙过来。万一若有人落海啊，怎有些船啊变过，伫遐浮遐，咱加减猛救救会起来，做伙来。来到台湾。第一件代志爱抬只尸体嘛，啊，这边咧抬好啊，就问迄边迄只船咧，啊，你抬好未？伊讲啊，你台湾未？台湾的名安尼来，你买完了没有？你台湾未啊？啊，另外一个北京伊讲埋怨哈，玩弄啊，这拢台湾死，来台玩弄死啊，抬迄个埋怨。嘛就讲台湾的哈，好。那么其实这三个有留落来，不一定会活。来，我阁讲一听，咱来以1874年牡丹社事件做例，这个之前日本琉球的渔民哦，因为伫东海岸发生船难，哦，啊因560个登陆起来，啊咱的。高沙的吼，原住民南台湾族，五岁就是遮要来抢物件的海贼，所以因为五岁甲杀死啊，有12个杀无着吼，啊，迄、那个这个平埔族吼、啊，这个甲护送去红迄、那个红山护城哈，啊，转送转去。那么日本政府知影这件代志，就责问大清政府讲，是安怎恁的？台湾的人，台湾日本的琉球的渔民，大清调查了，甲回批讲，因为迄是发生伫牡丹嘛，啊，差不多清朝管辖，差不多到枋寮吼，过到拢原住民的所在，伊甲回批讲，哦，枋寮以南为化外之地，化外之地就是藩邦的大个所在，毋是因清朝管得到的，因清朝伫所谓燕山哦，中央山脉迄个山，含平地接壤这个所在，拢有设关卡，或者人质关。就是你平地人，
来到家袂再过入去啊，入去你若要台是向出逃台是，台清无负责，哦，所以藩邦之地，迄个讲叫做化外之地，唔是我台清管的，哦，我即马日本政府接了这个文，就搁甲回批讲，好，啊那唔是你咧管的，安尼我要起兵要甲讨伐，咪要讨公道，台清搁甲回文讲，法与不法由贵国制裁之。你要甲讨伐无？恁家己的国家，恁家己决定落啊。所以迄阵日本拄啊明治维新，哦，有去欧洲学一寡，啊，尤其是甲德国啦，哈，学一寡迄个陆军作战的这个练用兵的这个剑法，啊，揣无所在好实际练兵，哦，啊，都拄好这个机会，准起兵三千，哦，由日本的迄个西乡重道。为屏东的车城，哦，迄海边啊有一个叫做社寮的所在，为遐登陆起来，登陆起来，就伫个牡丹的牡丹社迄个有两支山的个隘口呀，有个石门古战场，哦，去伫遐，伫遐开始修建。那么日本是正规军哦，佮有军医来哦。那么咱高砂原住民武器当然较歹。敢若有单花的迄个猎枪，啊加弓箭，啊加长矛。那白天修剪是咱的南台湾族原住民的剑术，但是到暗时啊，同啊日本军就在惨啊，因为咱的高砂做个游击战，做个狩猎，暗时啊就来无影去无踪，因无穿鞋啊，拢脱车卡，所以来无声，啊佫拿反刀，行到你身躯边，你拢唔知影。好了又沾灭，好，所以日本人哦，敢那动作讲，咱的原住民敢那神龙不见尾安尼，吼，见首不见尾，啊，游击战的弄埋伏战嘛，你那透早你要你那起来放尿，搞不好你就要用台呀，啊，所以日本人气噶，有的兵啊。伊个同伴用台死啊，啊安怎死个毋知影，拢掠狂。啊，所以因拢只是啊，拍入去到咧翻社，啊，甲因放回迄个厝，迄阵拢草厝嘛，放回小小条。啊，尾暗进前光烟来撤兵撤出来，啊，无你若阁留大遐，暗时啊会假死足侪人。啊，所以日本军真正战死也无偌济，但是因是三千个兵，到尾统计。死到要六百个，什么原因？战死五六十个尔，破病死个，差不多占九成。什么原因？因来无抗，无对咱台湾的这蠓虫有抗体，干那迄个蠓仔叮就着登革热啊。哦，啊你若出血性的有无？你死亡率迄阵拢无药啊，死亡率足高。啊，过来迄个蛇咬死，啊过来水土不服，假设台湾迄阵都。蠓虫足侪啊，吼！苍蝇也足侪。迄食物，伫日本我去日本差不多七八抓，我伫遐毋捌看到虎鲟嘛，毋捌许蠓叮着，毋捌敢若因遐也无蠓啊咧。啊，咱遮虎鲟迄种四界恶白针，有尸体也去针。啊，日本军咧食物件也来针，食食大家拢漏屎，漏屎脱水就死啊！所以尾啊，日本前啊，因会发明蒸鹿丸，伫军中，迄着咧巴肚疼咧食嘛。伊要去征服迄露西亚吼，俄罗斯啊吼，嘛迄个苏联呐，露西亚，迄个蒸鹿丸是露水迄个露嘛。迄阵因日本机咧讲，露西亚就是迄个鹿吼，啊蒸鹿丸，蒸鹿丸就是安尼来。蒸鹿丸，迄草药丸啊，乌的草药丸啊，哈，蒸鹿丸。啊，所以伫安尼种啊，你看日本人有军医，啊有因较先进的药啊，日本人来到台湾就死遐济。那么中国人，遐大清的人来逃亡来台湾，才当山讲这三个留落来，我看上加一个看活的落来呗。所以十个来差不多留一个尔，啊人口阁少。所以你讲有登山讲无登山嘛，啊改成
咱台湾阿公拢大清遐来，唔是哦，吼、哦，咱本土台湾阿公足济哦，吼、哦，不莫袂记。好，那么民政包括大清本土台湾阿公的宠爱，就是安那，民政因来了，先头咱台湾人伊拢会晓讲闽南语，哦，因拢讲后人讲河洛话，就是郑成功。伊迄阵要起兵来拍荷兰，来安平吼，要甲荷兰人赶走。伊首先就伫福建的南部，福建简称闽，福建的南部叫做闽南，就是漳州、泉州、厦门、金门这个所在，招兵买马，训练好，为金门的廖罗湾起兵来安平，甲荷兰人赶走。啊！伊这个内底一个军师叫做陈永华，哦，所以台南即卖还阁有一个纪念陈永华这个人，开一条路叫做永华路。这个陈永华，伊甲荷兰人赶走了，就伫台南哦府城起一间孔庙，叫做全台所学，有无？迄间就是伊底下用闽南语做官方语言。底下用闽南语咧教四书五经儒家的这个思想，啊，啊，闽南语自然为迄阵，哦，迄隔壁四八年前开始，底下用这官方语言咧教本土台湾人，啊，遐平埔族、哦，西拉雅族的人。那么你只要拿会学晓闽南语，你会当做通译官，就是台清的官员，含恁。西拉雅族、平埔族之间的或者通译官，安尼薪水也一定较悬嘛，吼、哦，啊，佫有较好福利，吼、哦，所以主人会宠外，你会去学外来的语言，就是日本人来管台湾五十冬，咱的阿公阿妈、咱的爸爸妈妈是毋想学一句日本话，阮爸爸妈妈因咧同学会、因咧同学来相聚，大家拢嘛一句讲甲下下叫，好吧？那么同款。这个政府哦，中华民国流氓政府来到台湾六十九冬啊，伊来强制叫咱用北京话做国语。日本人来统治台湾，日本话叫做国语，啊、哦，啊，咱即摆用统治，咱即摆互因用北京话做国语，所以咱大家北京话，咱嘛我们都讲的，有人还会卷舌，是吧？哦，每个也看戏哦。所以同款，主人，你若用通知，你会学迄个通知者的语言，啊，所以主人迄个阿公会宠爱去学因的语言，所以即到尾四百年来，安尼闽南语伫台湾，哦，到尾三百年的这个两百几年的这个叫做官方语言，主人台湾人本地台湾人一直学到尾啊，大家家己的主语拢袂记，拢干那要讲。外来迄个国家的语言，好，这做主人哈。咱用惯了，若要好好活的，只好爱学伊的语言。你若讲结讲你做志气，我拢不爱讲北京语，也不爱学汉文啦哈。你即马伫台湾要行搭，就歹出。好，你拄仔敢若像个青梅。继续。那么现在台湾人的哈美哈日哈韩是什么？就是现在有航空沟通啊，物件咧进出口哈、哦。早期台湾人的哈美啥？迄阵拢听啊，你若有读过册啊，有高中毕业拢会最爱听西洋歌曲哈、哦。啊也爱想讲要去留学哦，你若有法度考入去台大，啊拢来台大。去美国，就是要去美国镀金，哈、哦！啊，真正呐，真正有去留学去到美国，去到迄个自由环境，足侪人就唔爱转来啊，哈、哦！但是伫差不多80年代、90年代，换日本，因个各行各业拢足兴盛个吼，无论伊咧做卡面也好，做 Walkman 吼、哦，收音机、录影机、录音机。哦，日本的物件足好个，好个俗个好用，佫拢袂歹。哦，即马大家拢销日本车、日本的物件对啊。啊，即几年
我咧销韩剧，是吧？啊，销这个韩国现代汽车，还是三星的手机，是吧？啊，这做主人呢？你只要你那物件做好，做到差不多世界前三名，大家就会甲你买。啊，像即卖手机啊，第一名卖上好就是苹果的。哎，苹果的是苹果独立一个系统，啊，你那安卓系统哈、啊、，Android 迄个系统就是三星的，真卖了上好哈、啊。好，清朝甲咱台湾人漫画。无论是语文，佮书官、书生、佮书作铺，咱本土台湾人，所以咱会忘了我是谁。吼、哦，语文就是讲，咱家己的所有的平埔族也好，还是高沙族，咱拢无文字，所以咱变弱势族群，所以爱去学因有文字的，无论是闽南话，还是北京话。这个语文，咱就用通话去。过来，数人官哦，你若会晓，我头拄讲的，会晓因的语文，你会当做统一官，伊会当数你官。了，过会当数你省，像我这个省，我着我这潘潘哈，嘛、哦、是数省，就是我平埔族哈，拢开住伫溪边、河边。啊，即嘛这台清的官员来视察，啊，就问地方官，哎、啊，这个部落。伊拢姓啥？伊甲讲无呢，伊拢无姓呢。我呢，我属于一个姓，啊，阮属我阮的祖先姓潘，伊呐，三点水，住伫水边的番，哦，右边是番嘛，哦，不了合分了吼、哦。啊，这个姓袂歹，你看有水，下骹是毋是田？啊，水田会发稻啊、稻米、布稻啊，有无？啊，顶完一片嘛。漂漂的台湾人，系安尼，哦，所以我姓是安尼来，所以素姓好哩，那素姓个连族谱啊，素好哩啦，啊，台湾人戆戆啊，像我看阮阿公做个族谱，我现在看，讲阮是福建，福建省遐来，阮的祖先福建，啊，无讲是福建的对一个官，对一个市，对一个庄头，拢无，啊，我知影讲啊，这骗人个，这都素姓。好难的啦哈，素姓佮包括族谱也素好哩，所以台湾人戆戆讲要去中国要找要认祖归宗有无？社长电器安尼啊，去啊讲哭到目屎流目屎滴，可怜啊！这人贼做老爸，伊都开打个人，你啊看迄个面嘛知哈？好，所以唔好人贼做老爸，这拢甲咱骗的，素姓素族谱哩啊！那么日本时代嘛，教咱台湾人皇民化哈，1937年开始皇民化，好叫咱爱穿日本的服饰，啊，学日本的风俗习惯哈，啊，食日本料理，穿目镜哦，讲到目镜，我还穿有对嘞，哦，我做囡仔，目镜，迄阵佫做个甲钉钉啊，啊，住喺丹麻加路安尼，暗时咧行甲斜吼，佫会出火星吼。过来，战败国的人民拢爱离开台湾，所以保存了咱本土台湾人有85%以上原住民的血统。我开用原住民、原住民，原来这一块土地的主人呐、啊，啊，不只是原住民而已，我们是这一块土地的主人哈、啊。啊，这个血统现在要有85%血统。如果比如讲，这个马歇医院的林玛丽医师。伊专门咧研究台湾人的 DNA， 吼、哦，因即马 DNA 利用你的血液，还是你的唾液，吼、哦，去互用电脑来照，足紧的，吼、哦，会当结果出来，但是爱经过分析啦，吼、哦，爱内行的来读这个报告啊分析。那么，譬如讲台南有一个李小峰教授，吼、哦，伊这个最有名的历史教授，哈、哦。那么伊就是细汉拢叫乌印度啊，嗯，那么足奇怪，哪会叫我乌印度啊？啊，即马伊阵啊，许林玛丽医师去验伊个 DNA， 林玛丽分析了讲，哦，有，你真正有印度血统，呵吼，结果伊就咧编历史查原因，怎啊，伊哪有印度血统？原来就是因阿妈的阿妈的阿妈祖妈吼，
我女孩子台湾，你有时啊，我的路上看到人穿那个衫吼，后壁印“恁祖妈台湾人”，有无？捌看过无？我也毋捌看到讲查甫的穿真啊，讲恁祖公台湾人，我也毋捌呢。我感觉查某的敢若较有区别。好，那么伊研究历史的结果啥？原来荷兰时代，荷兰人吼，伊发现讲台湾这个纬度足适合合种甘蔗，啊，种个甘蔗会当连做乌糖，迄阵敢若有乌糖呢，无砂糖，无白糖啊，吼，乌糖就足芳。啊，用了乌糖，迄价钱无输黄金呢，迄算高奢侈品啦，哈。所以荷兰人来到台南这个安平地区，就叫原住民配合去种甘蔗。啊，种甘蔗爱犁沟，啊，因荷兰人当台湾牛迄个水牛被灌死，所以因为印度引进赤牛啊，有无黄牛？就是迄，就是为荷兰时代因入来咧种甘蔗用的。啊，你用船啊买甲遐牛运来到台湾，沿路爱有人照顾，遐牧童就是印度的少年家啊。啊，就是因阿嬷阿嬷迄个祖妈吼，去熟来这印度的这个古牛的对吧？啊，可能结论啊生团安尼，生到到迄代，还佫有迄个印度的基因啊，哎，乌印度的基因吼 ，DNA 啊。就是安尼来，哦，伊最早找，迄伊拄啊历史学者嘛，伊去编一挂资料，遐找出来，吼。这个荷兰人，迄个郑氏王朝甲赶走，荷兰人迄阵伫热遮兰城2000几个人投降了。其实郑成功嘛无介敖修建，尤其是陆上的战争啊，热遮兰城攻袂破，伊是去甲围城，围差不多。半年，迄个城内底食到无粮食、无水通食，只好爱投降。郑成功伫个城门外口屯兵，拄啊建寒旗、布条啊，都要长期抗战，甲你围甲你无物件食，投降为止吼。啊，所以到尾啊，荷兰人只好投降吼。所以2000多人，因坐因荷兰的船啊，甲你转去，无留偌济荷兰的血统落来。那么郑氏王朝来台湾20几冬呢，就迄个施琅叛变，引清兵甲郑氏王朝消灭，哈，由大清帝国甲消灭。所以迄阵郑氏王朝的人，台死的台死，台无死的掠掠，嘛拢掠掠转去，啊，有小部分走入去深山内底，哈。那么大清，那讲甲这郑氏王朝村的人，台无死拢掠转去了，包括。迄阵死伫台湾遐，葬伫台湾遐郑氏王朝的高官，一墓拢甲挖起来，甲骨头拢甲清出来。啊，咱希拉雅这平埔族问，啊，毋是入土为安，咱会要搁甲挖开？讲无啊，甲骗咱的平埔族，无啦，这拢大清的人啊，啊，这人这骨头爱甲捡骨吼，啊，甲装做瓮啊，甲送倒去因大清迄边。的故乡，吼、哦，安尼开这样，那个保佑子孙的对啊，安尼骗，啊，这就是咱台湾人甲这部船学来哦。那要哦，后代子孙好，待一段时间爱捡骨起来，啊，这就是台湾人捡骨的来源就是为这来。其实讲有影，为大清的立场来看，郑氏王朝这些人，这拢是叛将啊。那有人对遐个讲，得个挥翻讲。骨头收收起来，跌倒翁啊，搁甲再倒转去。其实伊就是惊讲这个王吼，伊这为拢大将军啦哈，这个贵族。啊后日遐为山走入山内遐，若搁来砍平埔族、甲原住民夹夹做伙，甲这个当作一个思想中心来拜这个王，有一个寄托，讲这咱的先祖，咱的政治王朝的人。啊！底下聚集，搁要反清复明，就麻烦了。所以伊唔敢甲遐骨头，连骨头拢捡起转。其实捡到台湾海峡，就甲淡然落去啊。到遐好死，搁甲再转伊个故乡，无可能。你个泉州人，你敢会讲甲伊个骨头捡起，搁摕转去互伊好啊祭拜？无可能哦。来，
换大清以后，大日本帝国只好战争拍败了，大清留伫台湾这人，下关条约就是马关条约有规定，予你两年的许可期，哦，这依照国际法来，有两年予你许可，这两年你予我管看嘛，安尼啦，我你感觉在这予我管，你带袂管是，你会当等于大清。所以到日本人在1905年、哦、人口普查的时候、哦、那时候台湾剩差不多没到9000的外国人，其中差不多97%都是台清的人，那都是留在这里做生意的、哦、来买我们台湾的、哦、譬如说那个平南那些地秀有吧，还是买台湾的樟脑油、哦、樟脑丸，那是都做生意，也是在这等于类似从请来在这管理吃头路的、哦、所以大清的帝国的人准说那时候不要、哦、说高清都都算大清的人、啊、不要说高清算一万，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台湾已经300多万人的人口了、哦、平埔族包括高山差不多300万，等于300:1、啊、你看他们的比例多低，等于3/1000而已，那些人可以生出多少中国的血统少嘛、哦、好，那么大日本帝国第二次世界战输、哦、那个美国打败，美国委托中华民国来1945年10月2日来这办一个投降典礼、哦、才开始了，开始把大日本帝国，那时候我们台湾已经在1945年已经有600万人口、哦、其中差不多300,000人是日本政府为日本四大岛派来台湾的军公教人员在管台湾的，这些人都有蒋介石吼，拢甲遣送等于日本本土四大岛，所以日本人嘛无留偌济血统伫台湾，哈、啊，所以为这安尼来看个，这战败国家拢爱离开台湾，所以无留偌。或者外国的基因在台湾，哈、啊，拢了个是咱本土台湾人，所以拢大部分咱的血内底，你甲抽开验，拢85%以上，拢是平埔族佮加高山族的基因，哈、啊。所以你唔认你这85%的本土台湾人，你认迄无够15%的中国的基因，哦、啊，安尼迄就真正倒兵认啦，哈、啊。迄就真正认贼做老爸，哈、啊。所以我在说台湾有很多问题是可以说国民党来了较有的，1949年他们国共内战输到来台湾、哦啊、所以我都会说台湾的问题为中国人来开始台湾出问题、哦、这是什么原因，我在说我做孩子我如果要交注册费不是没钱、啊、常常就要等我的猪、哦、吃了大只，我就说低调的我的厝边呢，我爸爸妈妈饲猪吼，我印象就讲，因当头饲7个月，唔头200公，就会上掠去卖，啊卖钱我就有通啊买新的衫裤，还是给我交注册费。那么，但是1949年，差不多12月迄阵吼，年底迄阵啊。蒋介石为中国引进到要200万只猪予咱饲，啊，只猪吼未杀得，饲69年也未杀得，吼、哦，所以就是遐来了，台湾才有很多猪问题啊，你知无？好，咱继续，过来咱来看日本时代台湾人的户口成本，即摆来许人做甲全安尼一叠一叠乌。日本人来台湾，伊要治理台湾，摕到台湾了，伊想要好啊治理，所以来伊拢先调查人口有偌济，啊，遮个部落拢住啥物款的族群的人，啊，拢讲啥物话，所以拢有调查清楚，吼、哦。啊，你主要看是安怎会用做乌，这就是咱的身份之谜，啊，中国人知影。
惊咱知影，咱也知影讲咱是本土的台湾人，咱是大日本国的台湾人，啊，对一族群的，咱绝对是爱这个土地嘛。爱来咱骗啊，讲哦，1945年十月如何来，就跟咱讲，所有的台湾同胞都回归祖国的怀抱，有无？安尼跟咱骗，嘿。啊，咱迄阵拄啊战败，咱台湾人迄阵嘛烦恼呢。啊，当咱战败，遐遐中国军人来，啊，咱唔知变怎，一个来伊跟咱宣布，我们都回归祖国的怀抱。本来咱是战败国，作秘书的，哦。咱指挥咱抗民是共国个，嗯，咱战胜国跳过来战胜国，台湾人无志气，就是安尼，你身份错乱，吼、哦。好，啊，伊嘛就惊咱知影讲咱是大日本国个台湾人吼、哦，所以拢甲咱这种做掉，计内底就用其他啥，日本人来调查，哦，比如讲桃竹苗遮，遮大部分拢讲客话较济，吼、哦。啊，你若忘记你的主语，比如讲道卡斯族主语拢袂晓啊。敢那村里要讲客家的台清那边的话，伊甲你写广广东的广，啊，你莫继续讲你是广东移民来，唔是，只是你敢那村里要讲客家的广东的客家话，忘了你的主语，甲你写广，啊，你若要讲主语，伊就甲你写熟番了哈。那么那哥说，你忘了你的主语。啊，干那村里要讲，迄个唔是高山啦，平埔族。你若干那也要村讲你家己的，比如讲道卡斯族语啦，还是这个西拉雅语，伊甲你写熟番的熟，哈、哦。头拄仔咧讲的高山的吼，甲、哦、你讲写生番哦，哈、哦。你若要讲你原住民的高山族的话，甲你写生番。啊，若平埔族的要讲平埔族语的，甲你写熟番。好、哦，咱用公番，咱阁有分青甲色的。好、哦，生番跟熟番，就是高山山顶的，或者生番。啊，若平地要讲平埔族的西拉雅语啊，还是道卡斯语，甲你写熟番。好、哦，啊，你若家己的族语拢袂晓的平埔族语的人，村里要讲闽南话，伊甲你写福建的福。所以进来这就是，那写福不是你福建移民来，是你忘了自己的主语，干来让讲闽南语哈，给你写福，就是不要咱知影咱的身世哈。好，你看中华民国哈，咱的台南又要内政部要求撤销户籍住籍熟，就是平埔族了哈。南四五次内政部管太多哈。啊，伊个理由是日本时代所讲的“熟番”，并非法定原住民族，迄是因家己即卖的中华民国内政部安尼讲。即台南市大部分拢是西拉雅族啦吼，啊，台南市政府已经因家己的议会有通过，西拉雅族是原住民哈。即台湾西部平原的西拉雅族是台湾早期最重要的原住民啊，过去还曾用罗马拼音书写西拉雅语。哦、来与汉人订契约，称作《新港文书》哈、哦。啊，不过，敢那，唔是敢那个这个《新港文书》，包括因的圣经哦，《马太福音》嘛，用罗马拼音所写的这个，用希腊雅族的语言所写的这个罗马福那个拼音的这个《马太福音》哈、哦。啊，所以希腊雅族多年发起证明运动，希望能够获得政府认可，列为法定原住民族。啊，是怎拢没有获到官方重视？因为西拉雅族拄啊好，全台湾上大族的平埔族，哦，啊，几百万人诶。啊，即呐，敢那迄族加入来吼，进高山族，拢无超过60万人，所以政府会甲补助，中华民国政府会甲补助。啊，即100万人加入来，哦，要就等于160万人要分即个饼，啊，高山当然着分较搁分较少啊，所以反对吼。哦熟番一直平埔族哈，台南市之后，讲因的市委会有通过，即马高雄市甲屏东县嘛咧响应这个做法，要甲，比如讲马卡道族嘛要通过，哦，
啊，议会来通过讲是原住民族哈。好，咱即马我来检讨讲，中华民国的军政府，伫你台湾用对立角度，甲咱台湾人起甲服服帖帖哈，压得我们都没有办法反抗。来来看，第一，多杀台湾精英哈。1947年，二二八事件，吼、哦，伊利用这个事件，甲咱台湾人的精英差不多30,000人，甲杀死。这30,000人是有内测的，吼、哦，迄是蒋经国，伊算情报头子，首先就派伊个情报系统的人，伫全台湾的县市、吼、哦、乡镇，拢咧造册，即个地方的头人。拢走出，利用二八事件发生了，这些人拢差不多拢掠了去台了去啊。好，因为小波呢，哦，这阵啊都出台湾，好。好，那么这30,000的精英是日本政府开50年的时间所训练出来，我这足可惜。这些老人，你看伊的基因脑留落来，伊所生传落来，这些人若卖死，伊生传落来，即马。那伊20年一代，即嘛嘛差不多到要4代，吼、哦。另外生产偌济人落来，上少嘛加差不多60,000的精英出来，吼、哦。来，第二步，搞垮金融与经济民生，安怎搞垮金融？伊来了发现讲，哦，台湾人家报道，哦，物资丰稳丰富。农作物一年三收，啊！伊迄阵中国咧国共内战，民不聊生，拢欠粮食，因为过战争，足侪人力物力拢去投资伫咧战场，无咧好啊生产粮食，所以因迄阵米足贵，吼、哦！咧食诶物件拢足贵，啊！台湾大红屋，中国人陈仪来了，开始用纸。用纸印做钱，是吧？哦，你讲这支麦克风，哦，500块，哦，伊就印钱给你换，哦，过来，你着什么热水瓶也好，当倒啊椅啊当，拢用纸给你换，台湾的物件又换了了，哎、欸，40,000就够我等下讲。你米一斤啊5角，啊一斗，比如讲5块。伊就印5块哩，用纸一直改换。台湾人迄换了了，换到台湾人厝钱足侪，到尾换台湾人家己买米吼，本来5块，即马下早5块，下晡变10块啊，明仔载变50啊，到尾啊，迄、那个通货膨胀吼，即马买米一斗米爱换一部地排去买，啊中国人换了足巧，换到恁拢无物件。换恁内底钱足侪吼，来，甲你40,000换1块，你讲个无唔对。迄阵个经济民生不注意起吼，起个台湾人家己无米通食哩啦，因为拢许运运卖卖去中国迄资源个国共内战，所以变个台湾人，我做囡仔到我迄阵，还佫我趁钱签食足侪，啥物原因？台湾人布条啊，拢爱搞搞，把个打打搞浪费，伊学遐个因遐个军舰有无？因遐个所谓外省的人食吼、哦。中国人1949年来，敢有炸土地来无呢？啊，结果拢咱台湾人，哦，阮个是大人，伊去带布条啊，出条米了，拍个打打，因中国人伫边缘内底拢食白米。啊！咱台湾人拢食番薯签，无我番薯签食足济，包括迄条青也食，白带番薯签干也食，啊，拢足济。迄阵无啥物农药，足济拢臭香个，哦，足臭个。我记我到初中，我要炸便当，阮家己有饲一挂生卵啊，我
我逐天透早，我著去看先，啊有生无？若有生，捡鸡卵，捡鸭卵啦，毋是？那鸭卵、鸭会生鸡卵，著趣味啊！啊，捡互阮妈妈煎卵。啊，伊若无生，我著卤熟啦，我著干那菜脯投入尔，哎，足可怜的。我迄阵读初中哦，食中昼饭拢砍一半，惊人看，内底无啥物菜啊，吼、哦。所以尾啊。大概了五当前，我有摕到较好品种的番薯吼，诶、哦，品种啊，我种生番薯，我就甲阮爸讲，爸，我煮番薯，烤饭互你食好。吼、哦，随口，哦，见老食伤济啊，食足济啊，食到惊着。啊，我就诶，即摆食番薯，饭是好野人咧食呢，吼、哦。讲个叫做养生食品，佫爱挂皮食，嗯，夭寿。讲到要挂皮才较有营养，有无？咱较早拢嘛爱烤皮，你若讲吼，我因即摆讲拢用迄个菜粿布卤哦，清气，着烘烘几条的，食几条的吼。啊，讲着讲，讲有人拢好个人拢食鱼翅，讲啊，迄种戆的空的，我那我搁较戆啊，我若食着鱼翅，我拢嘛配条。啊！即我就讲爸，好啦，唔食。啊，我爱食，我咪煮啊。我就咧底饭，好伊时，我就偷藏两三颗伫坎底饭内底。啊，即马食，互伊食着。嗯？哦，啊，即马番薯，它真好食。啊，即马番薯真正改良到足好食。嘿。啊，所以真正番薯饭真正食到惊着吼，番薯签啦吼。我印象较深嘛，做囡仔要食着饭哦，足困难嘞。就是阮。阿姑啦，阮阿姨在烧菜啦，吼，啊，阮妈妈就会白米煮伫顶悬，啊，会加番薯签。我等真正食饱，我去食，嘛是搁食番薯签。拄啊，顶边啊有起一挂底无清气，吼，迄几粒米有够芳个，有够芳吼，甲真拢，尤其有迄条顶个臭味大饭屁吼，我迄阵最爱食饭屁。OK， 来四万换一箍伫遮。1950年迄阵，国民政府掏空台湾人，吼、哦，强迫台湾人民以40,000的旧台币来换因一块的新台币。哦，啊，你看，奉令以40,000元比1元折成新台币，新台币。你注意个看，这北港哈、哦。那么，为只会当看到，来到1950年啊。台湾嘛还袂割让予中国，中国无台湾的主权，为只看会出来。来，你若是一个正港的恁的中国，你要换新的币，哈、哦，你都系无用中华币。因为英国有英镑，法国有法郎，美国有美金，日本有日元，啊，你中华民国讲你已经有台湾的主权，来，你即摆换要换新的牌。新币，你才会不爱用中华币。好、哦，你中华民国啊，你才无用中华币，才还佫用新台币。啊，阮以前迄叫做较早40,000股，叫做旧台币。为遮看会出中华民国无台湾的主权，所以他不可以在台湾发行中华币。哈、哦，过来，大地主变小地主，好吧？伊用。耕者有其田，三七五减租，把这大地主拢变小地主。头拄啊，精英会当领导人来反抗中华民国。这有钱人，40,000多元，你看咱这即满啊，民进党要招买去台北凯达格兰大道要抗议，爱租一辆车，爱准备便当房吃有无？啊你。爱出这钱啊！啊，即马这有钱人无钱人啊，甲你出游览车，你免来扛包，你无便当房，这送要对你出去，吼、哦。啊，个大地主本来伫地方嘛，化水会跟斗，会跟动的，化讲要去总统府头前要抗议，哇！这大地主变小地主嘛，无哪里啊，无够钱人啊买便当，出游览车钱互人去啊。我迄阵不是马上动员吼。哦去，这个总统头前抗议，
我印象中深的，即个我拄啊，迄个陈云林来，公路边拢要出啦，拢爱透早就爱出啊啦。啊，来到集合点吼，伫迄个仁爱路集合了，啊，就开始啊游行了嘛。啊，一般游行，那到总统府头前迄个舞台头前遐，拢差不多五点外，阮差不多六点，阮就爱去坐车转去，因为你伤暗吼。伊个中途阁食一个饭咧，啊去到厝拢三更暝半，所以阮拢干那头几个细声咧出来演讲听咧，阮就走啊。啊伊个算有塞车，吼、哦、太济游览车咧，啊塞车。啊，阮伫通迄个民间的交流道，迄个食饭的时吼，啊阮迟到，阮的刀声响尖伊。啊，你迄阵啊，伊空气拢年纪较大，拢白头毛的吼。我就往那捏啦，我就往那白一半。啊，结果阮去甲小张，啊，阮咧倒只红食面咧，啊，迄个可能新来的服务生，伊探头出去看，啊，了迄倒迄种，迄规群拢差不多五六十岁以上，迄阵啊五十岁算少年咧。伊看着，啊，无要紧，迄倒搁食无偌久啊。讲，我阮听着，也好气，也好笑。我甲伊讲讲安尼，就是讲，佮叫阮等一下咧，因迄桌啉物食好啊，吼。讲迄桌佮食无偌久啊，吼。啊，你看，即三个精英吼，即人才，无人才，无钱吼，啊无条仔吼，即地方的地主条仔，啊，即下拢无，无法度夹做。哦，规群安尼来个抗议啊！吼、哦，所以就无力去啊！来，台遮台无死个吼，白色恐怖来个咧恐吓。哦，你若讲话无合国民党听，哦，不时就要掠掠伊立刀深造，好无？伊掠伊关吼。过、哦、来，敌性反转、身份错乱的域名教育，敌性反转都我头头讲个，敢若讲。所有的台湾人都回归祖国的怀抱，跳过并战胜国，好吧？咱本来是跟中国人咧修战的，咱是敌对的。伊即马甲咱讲回归祖国，咱煞跟伊要骗你徛江边去啊！那是敌心反转，好吧？是徛去敌人那边，啊是毋咱的身份甲你错乱呢？咱是大日本国的人，咱煞跳过并中国人，哦，这算伊用愚民教育甲咱教育成功。过来，用假的民主选举，你看即摆选举敢有公平？国民党有东站啊，哦，啊日军的三 PP 啊，哦，啊过来，伊跟黑白挂钩，官商勾结，哦，用黑道的出力咧买票，哦，啊即摆去买票的是穿西装，尤其拢差不多寒天这时阵，拢穿大衣西装夹克。裡面唱一聲神明、哦、有的是關公，有的是媽祖，啊，現在先另外一個拿錢給他了，啊，你如果給他收了，好，來，現在開，媽祖有看到，關公有看到，票要投出來，用神明給你控制，哦，這不要打牌了，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的人民哦，才看不起自己，說會把自己的人格把自己的子孫的將來用五百一千這樣賣出去的，剛才台灣人有，因為台灣人歹價好騙、哦、怕死愛錢又願做官，他用黑白兩道、哦、白道就是說啊，予你台湾人来做官，但是做官拢做富的较济，吼、哦，早期啊，吼、哦，啊，予你做官了，你着规个心拢歪去国民党去啊，吼、哦，所以我看遐个伫国民党内底，哎，遐个啥物曾永权啊，你做甲曾永权这款的啦，啊是这个吴敦义啦，吼、哦，这拢我看顶下看做无起。对啊。就是台湾人，他被
敌心反转嘛，啊，自己搞不清楚这自己的身份。对，他是，对啊，日本留下来的日产，那就是日产嘛。哎，对啊，很多太多了，那个鱼。没错，中央广播电台的都是，以后我们会那个转型正义清算，会把它清算回来。好，好，好，嗯，对了，对了，好 ，OK， 这种咱以后会堪去清算哈。啊，各民主选举就是讲，根本咱堪去咧选举的起跑点不一样嘛，比如讲要走100公尺。一定会伫个50公尺遐咧起跑，啊，咱无钱无啥个，拢伫为零开始。啊，因党政军的这个拢掌控媒体，对吧？比遐电视也好，报纸，高雄拢掌控伫高雄五啦，拢掌控伫党政军的手里。你甲看，所有的新闻事件，拢总是中国人咧主导。你甲注意。那、啊、这个有一个事件发生，咱台湾人拢给他做记者呢。遐个经理级的遐编辑群，拢差不多是中国人做主管。咱台湾人好不容易开门来给他出去，啊，一个记者去咧采访，所翕回来、所采访回来的新闻，来到编辑室，遐主管就看，这个报咧影响到国民党的名声，这卖报，啊，这报咧哦影响民进党，啊，这报好。啊、你主导权在他手里，他在那里过滤、啊哦、所以他们都报喜不报忧、啊、如果报了忧就是都台湾人、哦、还是民进党、哦啊、所以你看这六项我们台湾人就要吃得服服帖帖，到现在没什么力量要抵抗中华民国。你看民进党现在要怎样，最近几年没听到伊讲要招要去抗议啊？哎，第因为招无人嘛，咱台湾人拢讲，我他妈经济歹，本来咱是拢出人去的啊，食甲伊啉车拢地方的头人会出嘛，哦，地方东部的人会出嘛，结果即马地方东部也无钱，啊，即马人啊，即马较无爱插这個。这个街头运动啊，啊，惊二三十栋啊，改成无进步啊。我听咧尾后，我反省讲啊，民进党改成国民党的一个泄压法，就是我们那个快锅有嘛，旁边有一个安全阀，那个如果温度超过设定的温度，它那个阀会自动打开，蒸汽就会泄压出去，不要让那个快锅爆炸。民进党好像是国民党那个功能，我分析给你听。我那安尼，要马英九演讲哦，几百岁，民进党说：“哦，来，招招嘞，大家来台北一日游，好不？好，我着为屏东坐游览车去到台北。哎呀，搞搞扯扯，几百岁，伊啊骂骂嘞，吐吐嘞，好啊。下晡要阿妈搁车搁坐转来，明仔开始搁做工，搁继续拼经济。”拼经济纳税金，予国民党开，予伊歪哥，对不对？啊，那过累个，过半年后，过节假，过特别便宜啊！民众过来发，啊、来，咱过来台北凯达格兰大道来抗议马英九，过来，啊，嘘，也过小红，过等下过做工，安尼一直循环，几十档啊，袂进步，所以到尾啊，介只台湾人醒个，啊，迄抗议迄拢无效。啊，咱来看，为外国来的一挂新的品种的植物哈，哎哎，我就是他利用375减注，还有耕者有其田嘛。啊，你看国民党有没有从中国大陆带土地来？没有，这么好的制度，他为什么不在中国实施？他就是来到这里。反正这不是我的土地，我爱怎么花，爱怎么切割，我
我来切嘛，他不是他的土地，所以他切得下去。如果这个是他的土地，说他的土地要分出去给别人，他绝对不干。如果这个制度真的很好，他为什么不在中国大陆实施？就是这个土地都是你们台湾人的土地嘛，不是我从中国带来的土地啊，所以我要怎么割，把大地主割去分给佃农，佃农会很感谢蒋介石，整个心就是靠到国民党去了。没关系，有问题我们下课可以继续问哈。好，我继续讲，这些外来植物哈，像这个番石榴，这个是番茄。你注意了，从外国引进来的后上面都会加个番，哈，好，这番仔姜，好吧？台湾姜是伫涂骹，啊，这生伫顶冠会嫌的，叫做番仔姜，哈。啊，这番薯，有吧？番薯。啊，这番麦好不好？玉蜀黍番麦，啊，过来，番仔花，好、哦，这拢外来，因为咱拢讲像荷兰人讲红，荷兰人咱去，咱平埔族都用闽南话个讲，啊，这红门番有无？啊，红门番咧，咧用个土水泥叫做红门土，对吧？水泥就是红门土，就是荷兰人在用的。泥土、水泥啦，哈，就是阿蒙头，啊，啊，我有时在想讲，啊，我，咱拢本土的台湾人，啊，咱做人叫番，各有分青甲色的，安尼较对，哦，唔对嘛，哈，下较早阮政府一个，伊可能会隔代遗传，伊头毛红的，我拢甲叫阿蒙国的，哦，伊可能伊。因为周先武一套的荷兰人哈、哦，来，啊这个蚵仔嘛哈、哦，芋头，啊你会记做兵哈，遐、哦、老士官长，咱拢甲叫老蚵仔对吧？哇，咱拢叫老蚵仔，哇，你穿哦，嘛那个盖啊，爱盖倒转来，咱本土的这。蚵仔无人咧讲番蚵嘛，拢嘛敢若讲蚵仔呢，就是表示台湾土生土长的，不是从外部由荷兰人引进来的，唔是。所以咱台湾人爱叫，咱拢讲因就做蚵仔老蚵仔，啊咱做番薯啊，唔对啦，因就做新番薯啊。啊，闽南语计趣味，你若看尾音吼，拢有轻视蚵仔，好吧？像讲有人讲。啊！你平埔啊，平埔族就好啊，莫平埔啊。啊，有人讲客人啊，吼、哦，莫讲客人啊，看不用客人就好啊，吼、哦，因为看不用拢有轻视哈，迄、哦那个味道，像车较大只有无？啊，那车较大车较细只有无？吼、哦，就像讲咱拢讲拖拉库，无人咧讲拖拉库啊，有无？侬嘛讲拖拉库哦，你听啊，这较大只。啊，你若讲车吼，就四轮的；啊，若车两轮的。哦，所以遐个老兵、遐个老主官长，你啊个叫新安吉，啊，咱个正讲老乌，咱是伫遮自祖先来几啊百年前几啊千年就伫遮吼，不要搞错。外来开始番吼、哦，他们是番薯，我们是芋头啊。哦过来，咱来看国家民族错误的认同啊、哦！来，咱拢错把中华民国当作五国，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有无？是毋是？咱家己拢讲，啊，咱拢中国人，啊，咱台湾人嘛是中国人，拢安尼讲，这大错特错，这莫洗脑哟哈！那朋友咧讲的讲了，啊，咱拢台湾人嘛是中国人，我老讲，你是人嘛是狗。我有时拢甲倒肚疼，吼，开玩笑甲肚疼。啊，因为足侪人拢讲中华民国是最大公约数，吼，其实咱用洗脑去啊，
咱来看，咱以2008年，啊，马英九拄啊就任无偌久，敢十月份，陈云林来台湾做例，迄阵马英九下令，为汤机场到台北市，沿路袂使有中华民国旗啊，所以派中华民国警察出去咧搜查，然后看到插旗啊，拢甲收收落来，啊，民众咧举旗啊，拢甲抢落来，搁压落当搁当本子人吼，就是这。连到台北市五千旗，伊遐心动遐爱国神经病的遐吼，你讲爱国同盟会，我讲同爱国同心会在，因举五千旗台北市，中华民国建设爱国去甲保护，伊惊迄个日军的吼，去甲抢遐旗啊落来，甲加搞破，甲放火烧，这马英九老大哥的旗爱顾好，袂使有差错吼。啊！你看，人咧因都中华民国无爱迄支旗啊咧收，啊，咱陆军的吼，煞摕中华民国旗啊在咧顶，咧捍卫中华民国，安尼是毋是台湾人连陆军的头壳都歹？伊把中华民国当作最大公约数，讲咱来把阿强的代表陈云林讲，阮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个就是很错吼。过来，咱来看。2012年，英国的伦敦市办奥运会，对不对？伦敦奥运会的因的教工爱只爱摆一个，伊原底是挂一支切灵旗啦。啊哟，阿强啊抗议，讲你太无用奥运模式挂五环旗，中华民国啊，你奥运模式爱挂迄个五环旗哇，啊下骹一个梅花迄个。结果伦敦奥运会发现因唔对啊，吼、哦，准把这支旗啊收起。啊，咱台湾人搁去遐咧计较，伫遐咧捍卫中华民国有无？这个都已经灭亡的国家，全世界，吼、哦，大部分联合国的国家拢无承认哈。结果咱台湾人搁伫遐咧捍卫中华民国。过来你看，讲咧爱台湾，这三太子伦敦奥运会咧发国旗，咧向前冲，啊，这少年。这个是足有代表台湾味的哈，就是2009年单局咧伫高雄办四大运的时候，哦，迄个电音三代就请假哈，一大堆台湾人，少年的拢有说呐，把中华民国当我国哈。好，啊，咱安尼讲两三年啊，有效果出来，即届今年吼6月25。国台办的主任张志军来台湾，就无人咧举五车旗，还是车联旗，就拢无人举，敢搁举出来哈？有进步哈？好，那么国家民族错误的认同，咱来看，伊的这个错误认同的始作俑者是谁？来，就是1999年哈5月7号，中华民国的民进党伊的台湾前途决议文讲，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看这有吃力无？这就为着要骗选票，出卖台湾。李登辉咧讲中华民国在台湾，为这句话看得出中华民国原来是在别的地方，他现在因为流亡跑到台湾，所以才叫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个还看得到中华民国流亡的遗迹，但是你来看这，陈水扁为着要因迄个党。要举陈水扁来做2000年的总统的候选人，要摕中间选民，所以伊甲前途决议文讲，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本来人会讲烦恼，讲台湾会用出卖，结果你看遮，民进党家己甲台湾连卖都无卖，台湾等于是中华民国，用上的连卖都没有卖。无你嘛讲，你要卖一个较好的价钱，台湾人大家拢有通分，无呢，直接用送的呢，咱拢无分到钱呢。哦，台湾等于中华民国，有无？过来，2010年10月7日，蔡英文，伊是中华民国前主席啦，哈。伊讲，伊伫这个要选举的时候，伫高雄的乐冈公园演讲的时候，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权，刚才李登辉阁会讲中华民国是外来政权。即马伫遮迄个小英，
甲讲是台湾的政府，是咱台湾人的政府，啊，这同款啊，台湾就是中华民国，是用送的，卖都没有卖，直接用送的，吼。连即卖这个流亡的中华民国政府嘛，讲叫做台湾政府，讲唔是外来政权啊。啊，这就是台湾人，莫怪啦，连这蔡英文党主席阿扁啊，吼。伊嘛一个足有名诶，吼、哦，海洋法诶，即个法律专家，啊，照讲伊嘛爱有一寡法律常识，那会甲台湾诶名叫做中华民国，即用上诶，啊，即同款，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啊，即嘛用上，连卖都没有卖，好、哦。那么请问，台湾乃一个主权独立诶国家好，台湾诶独立纪念日对一讲，美国独立。七月七日，好吧，因为独立纪念日、独立建国的纪念日。啊，咱台湾，你若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好啊，请问咱的独立纪念日是对一天？没有，唔知，所以无独立嘛。过来，那么台湾要为对一个母国独立出来，你所谓要独立，就是你原来跟一个母体连在一起，像美国。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哦，黏在英国，伊要独立出来，就是要跟这个母国英国爱修建，建立了就独立出来。那么请问，咱要为对一个母国，是要为美国独立出来，还是要为阿强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出来，还是要为日本独立出来？那照讲是爱为，你若要独立，爱为母国日本。因为咱是大日本帝国，今了叫日本天皇的，你要独立出来，爱为日本独立出来。但是这足困难的哈，因为台湾真正若要独立，第一爱问的，爱问美国人，哈，嘛爱问日本人，爱是日本天皇，哈，因为台湾还佫有战争在还袂行，哈，你无像讲琉球当初有经过。战争赔偿3亿2000万美金，有行了，较先等于日本母国，哦，琉球等于日本母国。那么台湾还没有像琉球反而等于日本母国，哦。好，那么哇，时间到啊，拆穿中国人的文字把戏哈。那么这马仔哈，我要两点钟的时间，马仔还要继续哈。那么我今日就先讲到这，多谢各位，谢谢，来。